起阅读朝鲜王朝实录单元十三国王教育。大家好，我是江智恩。大家好，我是张元廷。我依然提供这个网址，这是朝鲜王朝实录的官方网站。先从上周我提出的问题思考开始吧。我说朝鲜时代的儒者对机子传说他们的反思焦点在哪里呢？我们跟以前一样，先请元廷助教，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上周提的故事都非常的有趣，尤其是南九万先生的辩证的过程。那他其实他的焦点不是放在说机子的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在于说机子这个人的人格品性的重点在哪里。之所以对机子尊崇，是因为他高尚的这个人格跟道德。那也不是说他对这个所谓的朝鲜有带来多大的教化，或是真实存在什么的，而是单纯崇尚这个所谓的这种圣人的概念。所以机子他们想要否定的是，机子不是因为周武王册封他而来的，只是机子先来。后来周武王听到这件事以后后来册封。所以他们想要强调的机子这个人者，我想先介绍一下今天要谈到的内容。就是朝鲜后来1910年9月28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那个时候很多韩国人，韩国的舆论或者知识分子，他们提出就是这个王国的责任所在的时候他们提出的就是国王还是朝廷还是儒者。为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看看当时的这个舆论或者知识分子的对王国责任的说法的话，我们能够发现朝鲜时代的儒者是什么样的存在。我先提供一下蛛丝马迹。20世纪初韩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大多数的新知识分子，就是新就是他们已经获得西方的知识的人，就是新知识分子，就是不止西方吧，也接受这个新的教育或者日本的知识这样子。然后跟舆论都开始批判过去半年就知识分子的儒家士大夫。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只知墨守实法，突然追随虚文迂惑之论，丧失实德。这样批判以前的知识分子。这个就是说当时的皇城新闻1909年10月的社论。大概他们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1910年。但是1890年代已经就是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现象非常明显。然后同时也有一些报纸的社论有这样子的内容。倘若儒者们仍无法觉醒的话，终究不免亡国灭族。儒家知识分子不但需为国家反省，也需为同胞反省，为子孙反省。所以他们在这里批判，但是在这里也呼吁儒家，因为为了国家，为了同胞，必须要的就是儒家他们的自觉的反省。所以这是灭亡国家灭亡的责任就是儒家。也以后要谈未来的时候，必须要谈儒家他们的觉醒这样子的思考方式。第二个蛛丝马迹就是当时的韩国社会一方面是认为儒家是造成朝鲜国难的主犯。那另一方面他们也讲这个恢复国家主权的大任
要寄托谁呢？在儒家的身上这样子。还有我给大家提供的蛛丝马迹第三，当时的韩国舆论为什么把三世国家主权的原因归咎于儒家士大夫阶层的身上，而不追究国王或者朝臣的责任呢？儒家知识分子包括这个无关的读书人，难道一般的读书人也需要承担国家盛衰兴亡的责任吗？那透过观察朝鲜时代的儒家，他们教育国王的具体内容来导出这个问题的解答吧。那么为了这个得到答案，我先请大家注意这个旧政军心的内容。我们在朝鲜王朝史录里面这个500年间的记录里面发现很多朝鲜时代的儒者，我所讲的这个儒者里面当然有涵盖朝廷里面的臣下朝臣，然后建言的官员，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建言，提出建言的，但是也有一些在野的儒者这些人不管他们有没有他们官职还是没有他们都上书国王，提出国王必须要正心要把你的心要正确才能治国，这种建言。那我在这里想要做的是分析这些建言他们提出的那个上书的作者里面的这种内容，来在这里发现儒家为什么成为朝鲜这个国家的盛衰的负责人。先看太祖实录第一年这个创立朝鲜国家的那年11月14号的记录当时太祖一年的时候，施建院担任建言的提出建言的机构的谏官，他向太祖建议说：臣等闻军心出自之源也，心正则万事随以正，不正则众欲得而攻之，故存雅省察之功不可不治。又说：臣等以为人君之学非徒诵说，其所以日欲精研引访采纳者，亦以皆贤士大夫之识多，二熏陶其德性，二以清宦官公妾之识少，而正其怠惰，且创业之主子孙之所宜行也。他们说这个君需要新政君的信比较正确的时候万事跟着他正，这样子的说法。那为了新政应该君主要做学问，但是他的学问跟一般人的学问不一样，所以你只背起来这样子的话，这个不是人君的学问。他们要求应该要天天开这个经验。经验是什么呢？经验就是国王的读书会。是那边谈经书，然后也谈政治这样子的。然后他要这个采纳别人的建议。就是他这么做的原因呢，先这个是可以也天天接到贤士大夫的时间增加嘛，这样寻讨自己的德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这皇冠或者宫妾跟他接触跟他们接触的时间要少一点，这样才可以振作。是创业之主是太祖嘛，太祖该这样成为以后来的子孙的典范。那
这二要而言，君主要正心，为了正心要勤奋修习学问，因此每天要开心眼。但是君主的学问就是他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学习经史，而在于多接触贤士大夫而培养君主的性。那这突然看朝鲜后期，刚刚看了第一年，那高宗42年1905年快要国家灭亡的时候，依然朝鲜的朝臣跟在野儒者也到这个高宗时代也还主张这样子的。倘陛下先正其心，则朝廷以治百官万民无有不正，如果不然，则万事万为亦岂有治政之理哉。所以1905年依然有这个国王的正心的重要性。那这边我们可以注意到嘛，这陛下是指的是高宗，以前的是就是正式官方的记录里面我们找不到陛下，因为正式的记录里面要表达的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但是因为到了高宗时代，他们宣布这个大韩帝国，然后大韩帝国的领导高宗成为陛下，所以高宗实录里面才出现这个陛下这两个字。二要而言，就是端正国家弊病，正本清源的道在于这个君主是正信。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正心在朝鲜朝500年间的重要性。朝廷具有不可须臾疏忽的职责的议论。那何谓正心？什么时候国王需要正心呢？然后尚书文里面的正心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朝鲜儒者他们在国王即位的时候一开始要求国王必须要正心，就是如此。在这里阅读一下史料，引导国王迈向正心的道。看一下光海军日记，我在这里我们可以复习光海军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不是族或者宗在这里说光海军呢？因为光海军后来遭到废位，所以就被反正，因此后来他就不称为族或宗，而称为郡。然后呢，日记呢，不是朝鲜王朝实录，而是日记，就是这个不认定光海军的这个在位时间，就是统治时间。所以光海军时代的记录不列于这个朝鲜王朝实录，但是光海军日记也依然在朝鲜王朝实录的那个官方网站里面公开。所以虽然不是正式的朝鲜王朝实录，但是一样就是留下来的光海军就是执政时代的内容。所以他刚登基的时候1608年4月他即位那一年，当时的高官的领中书府事的李德新，他在这里提出说，董仲舒曰，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人君为朝廷之中心，而心又为筹划万变之枢纽。原来这边正心的主张他们一开始引用中国的董仲舒的发言内容。所以这是我们容易看到的嘛。对。所以董仲舒的说法我不需要再讲，是这样子，从人君开始正心正心都到万民。
然后他们他这个李德新又说什么呢？法语之言，从而改之；炫语之言，悦而易之。舍己从人，虚心好问，以为简身治世之本，非殿下正史之极物乎？法语之言就是如果有人建议说这是正确的话你要听从他的建言，然后改善自己的错误。然后训语之言，训语是就是方嘛，那个委婉的方式来给你的那种建言的话，你要开心的思考一下，哦，他虽然这样委婉的方式跟我讲，但是他想要真正跟我提出的是重点是什么，这样意。然后实际从人是虚心好问都知道嘛。然后这个这样你把这样子的方式来延伸知识的根本。这个就是殿下现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做的该做的是不是急务。对扼要而言，人君所以需要正他的心。他的意思在正朝廷不是只为了他自己的想法改善，然后把自己的正确的这个精神来端正朝廷，而是他先正这个国家的就是国王的心，来正确判断朝臣的谏言是不是有道理，然后决定接受还是不接受这种判断。城中实录就是15世纪的内容，城中12年弘王官的这是官员是李梦贤他在这里上述说，一念之谋必谨而察之，此为简耶为奢耶，简也则进以广之，奢也则进而克之，正心以事经师，正经师以事四方。所以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俭跟奢的分别。它就是俭要就是要多做，那奢要克制自己这样子。是，所以好像正心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国王不要选择设置的方式来做行为，然后要简署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建议。如果国王有萌生一点点想要设置的那种心情不太正确的那种想法的话，不准做。然后他必须要先好好思考一下，这个是简朴的还是设置的。确实简朴的就可以慎重的扩充。然后如果这个是设置的话，他要放弃，不要做，是跟按照自己的欲求来做这种的行为。所以正你的心就是为了示范经史，正经史就是为了示范四方。所以这样丞相们如果他们对国王的一些言论或者一些行为或者他的处分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话，他们不必直接加以指责这个国王的言或者行或者冒犯。他们指出这种行为为什么发生呢，在国王的内心很深的那个地方，因为有不正之心，所以你刚刚说出来这些那样的话，然后也做这样的行为，这样子的方式来纠正国王的心这样子。那在这里也可以考察一下，就是燕山君时代，燕山君也跟刚刚出现的光海君一样，中间被废位的国王当然对他在位的时候的记录成为日记。那燕山君他登基的不久第二年的时候，春天那个时候大师贤李吉他这样，然后大师贤的他们两个都是谏言，以谏言为他们的就是指责的人。
人李仁恒，他们向颜三军上书说：“臣闻心者一生之主，而万化之源也。存于心者既正，然后发言，行事莫不当理。然则为人君者，可不以正心为先乎？昨日教曰：有诸心言之耳。又教曰：不知尔等之至于此极。”他们说国王的心非常重要，这是万化的源。所以这个把国王的心，就是要正确的这个正心的作业，是这个国王比什么都先做的。但是他们在这里提出一个昨天的事，昨天教曰教是国王讲话的说，国王的讲话是教。教曰燕山君说：“哦，有诸心言之，因为我心里头有这个想法，所以这样讲的。”又说：“哦，不知道你们的行为所谓大概到这种地步，这样子应该燕山君提出对臣下的不满嘛。”然后他对这种昨天国王讲的这些话，他们有什么样的判断呢？臣等恐殿下之心未得其正也。所以他们说他们没有说昨天国王讲的这句话是不正确的，他们只说我恐怕应该恐怕这个燕山君你的心可能没有正确，你要正信，所以有这样子的没有道理的话，所以他们这样子的指责的。臣等恐殿下之心未得其正也。若能正心，则必知万事之不可骄纵，三公之不可不责，谄臣之不可与易，四内之不可拜常也。好像这几天发生很多事的样子，所以他们说昨天讲的这句话，应该是因为殿下的这心未得其正的关系。那如果他后来自己燕山君很努力，所以得到这正信的阶段的话，应该比较好。那目前发生的这种事件都解决的，这边好像一二三四个事件，一个是桓氏，就是宦官啊，桓氏是宦官嘛，宦官好像最近发生他们就是有些这种骄纵的这种问题，然后三公当中有人可能担任三公的人当中有不对的人，然后有些人朝廷里面的人可能是跟国王讲的，他们觉得这个是谄，不是好的，就是很好的建议。然后另外室内就是没有不是官员的一般的事，他们好像有一些行为不对的，所以拜常这样子的表达。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们对不妥的王命不问命令本身是不妥，直接指责国王的这个王心不得正即刻。这就是指责问题的根源。不过燕山君他对这种谏言一概不予采纳，所以又有书文奏请如次。燕山君日记里面的这个内容，臣下这样主张的：养猫欲去鼠，不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欲遇盗，不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是。这边是简单讲的话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养猫的话是为了要去除老鼠。那不会因为说没有老鼠了，那我就养一只不会捕老鼠的猫。是，然后呢？那养狗是为了防御盗贼。好像跟以前现在不一样，现在养狗就是宠物嘛，但是以前要防御这个小偷。然后因为没有小偷，那我就养一个不会就是吠这些陌生人的狗这样子。所以他们说这个猫跟狗就是比喻的是丞相嘛。臣等符合言事，以赦三月，老患骄横。所以第一个前面提到的这个
老宦那个宦官啊，他们好像发生什么事，好，已经三个月，他们一直跟国王建议说要怎么处理，但是他不听而不能议，所以是宦官一直继续这样子，自向非人而不能去，其实宰相好像一个不正确的人当官，但是他们一直提出谏言，但是国王也不听。另外一个室内拜场不能正，大家都没办法做。最后一个大臣奸谗不能赐，这个都四个事件都没有解决，一直建议，但是国王不听。此政不捕之猫，不吠之狗也。臣等未能回天，目请辞职，而有死父职者，将以养不捕之猫，去不吠之狗于。所以他们臣下都成为这样子的没有能力的猫狗的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燕山君的这些的命令和想法。所以这里的天指的是燕山君。是。最后他们他们辞职。然后呢，但是燕山君不接受他们的辞职。你们呢就是不接受他的辞职，然后呢他们所以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就变成这个不捕之猫不吠之狗。是这样的比喻。根据上面的文章，我们发现如果君主不接纳谏言的话，他们臣下们怎么认为呢？就是设置谏官的这个制度变成多余的存在，它没有意义，所以他们要国王接受谏言，不然就接受谏官他们的辞呈，这就是二选一嘛。一再拒绝这个谏言的燕山君，他最后遭到什么样的情况啊？最后遭到废位。所以在《曹爽就实录》的记录里面，我们常常发现朝廷的谏官他们国王登基的时候，向新国王不断的提出正新这个谏言。好，在这里再看孝宗五年的时候，弘文官的官吏他们提出的就是纠正王新的内容啊，那他们提出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比较好呢？心不能自正，正心有道，静而无怠，操而不放，至于声色玩好，凡可以度无心智者，一切不尽。幽独得势之地，俨然如坐朝廷。临百官，则心不得不正。而若夫讲学，又其本也。他们先说这个人的心不会自己自然而然的找到正确的道，只是你要一些方式来做要怎么做呢？先不可以怠惰，不可以怠惰，然后如果女孩子然后王后都要避开，这个都是要把就是我的心智变坏的东西，一切不可以接近。然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这样思考我现在在朝廷里面做，然后跟百官是在我的面前，所以心要正确，这样子思考。然后又有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讲学呢。好，人主之学异于凡人，训诂口读非学也，涉猎杂博非学也，必须精思而体认，明理而达用，然后乃可谓之学矣。所以学问讲学非常重要，但是他的学问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只是训诂这样子的口读，这个不是国王的真正的学问。然后你能够知道很多知识也不是国王的学，只是要经世而提人提人就是真正知道真正了解那个内容，然后里面的道理都要敏察，然后答用的话你在现实上要运用，以后可以说你有学问这样子。
所以正心的方式是尽情的经营日常生活，然后必须要避开音乐，就是你要听的话你要听雅乐，所以女色或者赏玩嗜好都要慎重的做。不过他的讲学呢，讲学很重要，但是讲学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刚刚那边要有正确的了解，然后这里出现是打用。嗯，那打用是什么样的呢？吾以近日所讲者言之，如读观追谬目之师，则诗文王之所以起家。他的方式是，假如说最近看哪一本书呢？诗经呢？诗经的时候，你这些你读到这些诗的时候，不只看他的文字啊，这边你要思考文王啊，他怎么起家呢？他你要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有很多出现《诗经》里面的篇名啊，感兴趣的同学你找看看这些篇就是《诗经》的诗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在这里不要仔细的说明。读汉广阙朝之诗，则诗文王之所以字画。文王的字画就是在这里发现。然后呢，读蜀离之诗，则知东迁之所以不正也。读正位之诗，则知性情之诗其正也。读鸡鸣之诗，则知警戒之相成也。于环，则戒习俗之气于一人也。于辅田，则察远大之由于近小也。畜类而长之，随事而厌之，则此所谓讲学正心之法也。所以讲学正心是这样不只看里面的那个字，里面的精神，里面的思想就是有什么的道理，你要都要看出。好，那这边我想介绍一下成宗时代祭祀官的南宫灿，他向成宗提出一些意见但是祭祀官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春秋馆是编历史的机构嘛，那边他担任时政记的官职。时政记呢是什么样的呢？你听过吗？听过。有什么样的？类似那个曹邕王朝实录的那个原本的资料，算是第一手的史抄。是他主要写什么样的呢？时政的真情与是非的记录。是。好，那南宫灿他讲什么呢？成宗二十年，南宫灿他提出什么样的内容呢？汉宣帝综合名实，有名实不相应者，必知其所以然。论其功，则忠心之主；与其私，则未免为积祸之主。人君自以为明察，下行臣职，群下不肯认事，则万事必至于灰矣。然则明察非人君之美德也。所以他谈汉宣帝，他南宫灿先生，他对汉宣帝的评价高不高？应该没有很高。没有很高的啊，但是他不是完全没有什么贡献的，所以他有贡献，是也可以说忠心之主。但是他的错，最大的错是什么呢？就是他自以为明察，然后去做一些臣下要做的事情。对，所以最后他的评价是，是因为他那个群下不肯认识的话，就很多事情都会开始毁坏这样子。所以就是非。就是积祸之主，好像非常负面的评价，是不是？所以二要而言，君主他如果他继续迷以所有的事情都恭请的话，那朝廷的臣下他们无法尽责做事，所以汉宣帝的贡献。虽然有一些忠心之主但是他的失败就是
殿下乱远的，就是他的失败，所以对他的评价那么低的。最后再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参唱官金世璧，他建议向中宗建议这样子：人主之情，非若匹夫之情也。大顺兢兢业业，成王无义之情，是所当勤而勤者也。若秦始皇横十成书，隋文帝会试传参，岂可谓人君之情乎？所以在这里他提出的是人主，就是国王，他的勤勉跟匹夫完全不同。所以这边大顺或者周成王的话，他们这个就是人主的勤勉，但是秦始皇跟隋文帝是负面的模范。那秦始皇他怎么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的时候的那些书简，是用那个时辰来称的重量。那比如说秦始皇就是勤于国政的意思。然后呢，这个隋文帝呢做什么呢？对，就是有一些帮卫士，这个传送这种食物的工作。因为他太忙，所以一直在那里看文书嘛，所以卫士帮他准备便当这样子。所以他们说这种勤勉不是人君该做的勤勉这样子的。所以帝王而言，他最重要的是敬业的勤慎态度，直接从事所有的事巨细靡遗这样子的，不可以说这个是帝王的该做的工作，这个匹夫的勤勉。那总而言之，帝王不可以做臣下的工作，也不可以像一般人般的就是整天勤劳这样子的情况。好，我最后提出一个思考问题一下：假如我们在需要指责对方错误的时候，如果要求对方正信这样子的方式，各位觉得如何？请思考看看。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